LFM 뉴스 업데이트. 继续关心一兰在地新闻，我是林允杰。强烈大陆冷气团发挥，海拔2000公尺的宜兰太平山，今年清晨气温一度降到-3度。不过因为水汽不足，太平山庄前的绿树目前只接上雾凇，有游客上山住了2天，就为了等下雪，一早走到户外查看，看到结冰就直呼好开心。罗东林区管理处经理黄信伟表示，山庄前的绿树全都结满雾凇，部分路面也有结冰，十分美丽。由于今天持续低温且山区有雾，雾凇情形会持续。太平山庄也提醒上山赏景游客，除了注意保暖外，因为天冷结冰，尤其是木栈道、水沟盖上等滑溜要特别小心。以上是这集新闻。陈光健。